中共官员严重的贪腐问题是这一次十八大会里会外的焦点。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早已经不是秘密，但这一次之所以受到各界重视与讨论，都是因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子爆发，引发了全球关注。而许多消息也显示，薄熙来家族的巨额财富除了来自贪腐之外，还包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贩卖人体器官与尸体来谋取暴利。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披露，曾经担任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总经理的隋红锦坦承，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与薄熙来、谷开来有密切关系。那您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薄熙来还有他这个他的妻子谷开来，与这个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之间这个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办的，可能你考虑主要是他那时候被，冯哈根斯被授予那个叫什么大连星海友谊奖。嗯，对。那个奖呢，因为当时呢，冯哈根斯正好赶上这个大连市评选这个，就是评星海友谊奖。嗯。评友谊奖呢，然后就是给他颁的奖。那么过后，哈根斯本人在利用他这个荣誉啊，嗯，到处宣传，来宣传他和冯哈根斯薄熙来呀，嗯，之间很多密切关系。身为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的隋红锦，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曾经成立了大连红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经营人类尸体塑化的买卖。隋红锦坦承，他的公司接受的尸体来源许多是来自大连市公安局，而薄熙来与大连市公安局正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元凶之一。那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从那个公安机关就收几十个，就是那个公安局收的。那公安局那个说了，那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有就是收了多少尸体了？我现在记不准了，几十个吧。哦，那你是什么公安局给你们提供的？大连市公安局。此外，某地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也表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了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尸体来牟利，而且谷开来卖的尸体还不是只有法轮功学员。知不知道你们是个犯罪机构啊？我是，你是谁啊？这场迫害一旦结束的话，你们怎么办，想过吗？看没看到谷开来今天的下场啊？谷开来卖那个法轮功那个人体器官的。你说什么？我说，你说谷开来呀，卖法轮功人体器官的。对呀，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追查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共政权的主导下，利用人体尸体塑化成为标本来谋取暴利，成为一项充满罪恶的产业。而这门产业的兴起是在2000年以后，而当时正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迫害与虐杀的高峰期。新唐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